实验二了。实验二，用第三人称视角观察自己。游戏里有第一人称视角和第三人称视角。第一人称视角就是我们平常用眼睛看世界的视角，第三人称视角可以从旁观者的视角看到自己的头顶。哎呦，这不是我的后脑勺吗？背影和一举一动，哎，怎么能看见篮筐？这样的。接下来，成员们将带上第三人称视角模拟器，用第三人称视角体验以下日常活动，并填写报告，从不曾感受过的角度观察自己。他们会对自己产生哪些新的认识呢？哇，这是一体的啊！这是一体的，这个要怎么带啊？它应该是这儿有一摄像头，你背上以后就等于从镜头里看着自己在后面看着自己，就是操作游戏里的那种，你就在那走，它应该是这个意思。哇，我去，有点晕。好，都是这样子，可以了。我先静止一下啊，我先静止。哇，其实有一点点像原地转，转完圈之后你再走路的感觉。你在这儿是吧？对，其实我的视角在这儿。对。对对，就是很可爱。啊！我给浩哥拿下。来，我现在告诉你们的任务啊，你们的任务是跟人机长打招呼。好，我们俩先击个掌吧。我们俩先错开的。不是，你能看见我吧？我能看见你啊，你能看到我吗？机长，等会儿啊。来，宝贝儿，机长，马上马上。好了，再勇敢一点，非常好，可以了，耶！来，一二三，一二三，耶！哎，一二三，耶！哎，来来来，他还是有错位是吧？来，我先碰一下，先碰一下。等会儿我转一下，我转到这边来了。来了，一二三，耶！第二个是啥？护卫重阳光仙童掌。来吧，护卫虫草。护卫吃虫草的、怎么了？这太怎么了？虫草，虫草，洗洗洗洗，洗洗。好好好啊，他打开盖了是吧？干嚼贼香。这么好的东西，我咔咔吃三盒。哇，你可真识货，那就请你吃一根鲜黄饱满的东阳光仙虫草吧。绝对不能浪费，是好东西。洗干净了，你放心。干净了，干净了。三秒定律，来，这儿，喂吧。等一下啊，浩哥，我找找你的嘴。我知道，我俩先测的。对，我测一次，测过来。我知道。对，我测一次，测过来。哎，等一下，等。你们这个，好虫草先着吃，温和滋补，不上火。真埋汰啊，你俩。浩哥，我找找你的嘴。我知道，我俩先测的。对，我测一测，测一次，测过来。再测过来。哎，等一下，等一下。哎，等一下，等一下。可以吗？还成功了。真成功了。成功了。所以还得测测。那咱们打篮球吧，咱仨。走。太恐怖了，这不能传球，这传球非砸脸。太恐怖了，在40度的天气下，我们要嗨放，我们要嗨放。太恐怖了，我屁股怎么这么翘啊？互相传球啊，别传，互相传球。我要是投进一球，节目组能不能有10个派币？能，程程，你投进了，我给你一个我的派币。漂亮，差太远了，程程，差太远了吗？差了2米。递给我一个好不好？递给我一个好不好？互相传球啊，但不能传，不能传，传就砸脸了。哦，他接不着，那就互相递。这好晕呐，这好晕呐，真的好晕。你的右边，好晕。右边，好。右边，右边，好好来来来投。
蛋总，你要灌篮是吧？你要灌篮，这得近一点啊！我，你别扔自己头上啊，往前啊！别砸着我！哎呦，哎呦，哎呦，差一点，差一点，碰上篮筐了，这个可以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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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来了，来吧，蛋总，你让一下，来来，蛋总，蛋总，哎，蛋总，蛋总，别过来，别过来，不是，我没投呢，哎，蛋总，往前走，走走，离开球场，离开球场，程程要投篮了，程程投篮了，这怎么能看见篮筐这样的？这怎么能看见篮筐这样的？啊，这可以，这小柱使劲啊，使劲，你离得有点距离啊，对，投高了，哎，不行不行不行，程程的屁股是越来越撅了，越来越成功了，马上就可以碰到筐了，来。进了。在用第三人称视角模拟器观察自己，完成日常生活的测评后，成员们将前往卡丁车场，他们将如何用第三人称视角进行赛车呢？这主要是心理测试啊，对对对，互动。这没测，这马上不就开卡丁车了吗？不是，就是他，你怎么说呢？就是你确实是，虽然没有啥实际作用，但他确实你没感受过。他没有啥，但你一辈子可能都用不着，但他确实管点用。就是对，就是我东西啥意思？全是这个，全是这个东西。那咱们这算一个户外的综艺还是户内的综艺？户内外综艺。咱们是24小时录制，咱们就是说一个大录制，给你从头到尾给你扒到底，完了看哪段能录用哪段。对，咱们一天录制大概有多长时间？48小时。48小时，充分的利用，也得给自己适当放放假。放假不就是后场的时候？哇塞！你看看人家上节目说这个话说的，怎么就上节目说的话呀？你上一次开卡丁车是什么时候？没开过。真的假的？我开过很多东西，但没开过卡丁车。到了。哇，这不就是我们那个游戏机里面那个？就是那玩意儿，跑卡丁车嘛。对啊。你开过卡丁车吗，哥？我没开过，我也没开过。哇哦，哇哦，哦，选好自己的车之后，车有个亮相，那个这是干嘛呀？啊，对对，就这意思，很对。这就是皮肤啊，这是皮肤，这是皮肤。这皮肤，咱就是说，是不是有点过于敷衍了？而且可以，其实可以不用，我觉得。谁开的比较好来着？黑白配没开过的两个人，我也没开过，没开过，你俩没开过，你俩一伙儿吧？我俩没开过，我俩一伙儿。对啊，哦，你们仨都开过，我们仨都开过，哦，我俩没开过，就我，那就是我俩不是一个队，你俩是，我俩是，他的意思就没开过的比嘛？不是，就是是的，是的，现在要两人一组，三人一组，对啊，两人一组，三人一组吗？那谁和谁一队呢？你像太极，不是你。嘉伦，我受不了啊！不是他不要分，没有对，你好像完全理解错了规则。他不要没有对，没对，个人战，个人战，你跟我比吧，行，好，行了，好了，我们开始要实验了。这先皮肤来，皮肤左右的。我看这小花翅膀挺适合你啊，这挺适合我。来，大勋，给我干这翅膀啊！伸手，行，哎呦。你这得充会员，你这一身，真行啊！行吗？还是帅了哥？啥样啊？美，是吗？我这开起来是不是就是那种飘逸？哎，这上面怎么绿了？行吧，哥。我感觉你这个卡丁车玩完，电影就找过来了。秃头车神，好帅，
脱发车神，知道我为什么脱发吗？车速太快，吹打，车速太快，吹打。哎，还很搭，你年轻的时候是不是就这样？那你就来小哪吒吧。雷霆的。Let's run it。就要猖狂。这出生我爹是得劈我呀，这不劈能行吗？哥，看着就害怕，就他了。真看不下去了，我天！哈，哈，哈！一看游戏没少玩，游戏。可以了 ，Go！ 哎呀，这头套你戴个太膈应了，从后头看。哇塞，我这头绝了！我好晕呐、啊，好晕呐、啊。好晕啊！好晕啊！哇，这个晕炸了！哇，这太晕了！一会儿我们会不会吐到彼此身上？哇哇！这有个倒车的，救命！踩两下，救命！踩两下，下那边踩两下，左脚踩两下，左脚两下，走走走。走走走拜拜了，各位！哇，挺快啊！呜吼！哇！哎，你怎么抽？放身滋我水啊！放身滋我水啊！又有水！哇！吓死我了！哇，怎么还有障碍啊？别抄我！别抄我！别抄我！别卷！别卷！哎，你能不能靠边点？我想开快点。断开连接了，这个断了，我这没信号了，图传已断开。小哥哥们，再见了。呜呼！夜莺啼声齐唱，月下的花儿都如完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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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哎，哥哥哥哥哥哥！哎呀，没想到啊，这派币给我了，这啥玩意儿？哪是终点呢？哎呀！哪是终点呢？我到终点了吧？是得回到那儿吗？哎，停停停！哎，停停停！哎呀，我要吐了！我这一上来，我那图传就断了。我们公布一下刚才的成绩啊，蛋总第一名，大勋第二名。然后程程一会儿跟后面两位成员重新来一轮，来吧，装扮自己吧，我来这个，来个眼镜，嗯，翅膀可以戴，翅膀很提气，我来黑的吧，那我来白的，行，对，你看你一身白嘛，哎呀，车也是白的，哎，这两位哥哥装扮的好认真啊，行，来吧，这样行了，差不多的，差不多的。不是，这还是得对自己的造型负责任。哥，但不得不说，你这个造型啊，不是除了像丘比特，还有点像一东西。像什么呢？
苍蝇，苍蝇，抢苍蝇，那挺好啊，那挺好啊，真是到处都有我。粉的可爱，粉的可爱，怎么带个尾巴还？哎呀，这不跟纳贝尔吗？装扮自己，戴个眼镜。哇，我伦哥还是我伦哥呀，可爱加帅。建设要自己，对，帅，没谁了，来了，摇 PT 在哪？还没装好呢，涛哥一圈转完了，就是，我不行。行了，看他到底能有多少造型。这完全跟我自己眼前看到的不是一个东西。对，但你低点头，就是头动没用，我刚头一直乱动，贼难受。哦，浩哥，你把嘴撞了，那次是你自己开的车还是坐的车？我自己开的车，开的车，看出来了。那你慢点啊，慢点。这是什么？啊！啊！别砸！我错了，我错了！啊啊啊！啊！又断连了，又断连了！啊！我错了！我点还挺准，你别说，潜水球比开车好玩。小皮皮，我举报！这半身让咱俩叮咣一顿怼，都被他打透了。还是谁还没回来呢？哇，还挺舒服的，开开小车，看看风景。悠哉悠哉，哇，我的翅膀都断了，哎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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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哎，停，非得撞一下，这不是碰碰车呀。又断联了，为什么只有你总断联啊？咋个呢？你咋个又？被你们打断联了呗。没人打你啊？我点还挺准，你别说。没事吧，程程？程程，没事吧？没事。以后开车小心点。开车小心点，总往水球上撞什么呀？就是，我的错，我的错。你看浩哥出发的时候是这种，是吧？开回来以后翅膀已经这样。太快了，是吗？但挺好玩，我觉得挺好玩。总结一下，这个第三视角结束了是吧？可能这辈子也不会再有第二次了，很有意思。我是觉得第三视角比想象中的难很多。对，其实我在开的时候，其实你就把它当成自己在打游戏机，你在操控那个，你别拿自己当人就是。但是之前那些其实比较难，因为你没法当它是一个游戏，因为你真人在这儿操控着一切。差太远了，强子。确实，今天看到了自己的背影，觉得很丑陋。对，可以不用看，辛苦辛苦大家了。
确实跟平时认识自己不一样，嗯，但是也不太想看到自己的背影，很少有机会。对，就是一个算是一个新的角度看自己所做的事情吧。对，就是以前老打游戏机那个什么那些 CS 呀，啊，什么卡丁车那些东西的，从来没想过自己变成了那个人物。其实你就把它想成那个就可以了。生活中我觉得基本都体验不到，你把基本去掉，是没有基本。怎么就忘了？哇，行活干多了，把姚 PD 节目当行活了。没有，不是，你一般这种时候都有反应吗？现在这个结果是我们每人都有了吧？没有，我是总分，总分我看一看。啊，有个，蛋总，蛋总加了一个派币，加了一个。那嘉文哥有俩，哦，他有一个初始的，对，有一个初始的，可以。所以其实不算我那个初始的，大家都是得了一个派币。可以，可以，可以，呀。